罗力威带住过400万嘅钻石出席新碟发布会，哇，闪到咧！唔知带住钻石标嚟弹琴，只手会唔会重得滞咧？我一生人当中，钻石一招嚟嘅喎，系啊，第一次啊嘛，成世最贵啦，真系成世最贵。头先有冇好惊唔见咗啊？跌咗又冇喎，因为佢都好实。唔系你成只跌咗，佢都好实，睇下一阵可唔可以除唔到。老板点样鼓励你啦？佢就系呢一个已经系一个超大嘅鼓励啦，我觉得，即系将佢呢啲咁珍贵嘅嘢，即系放心交俾我保管住。佢仲话自己平时唔声唔声，其实系一个好活泼嘅人嚟噶。咁啊，绯闻女友雨乔有冇赞过你先？冇。赞你咩啊？冇赞咩喎？我唔知佢点谂咯。系咯。嗯，你会唔会请佢睇啊？个个朋友都会请嘅，但系最重要就睇下啲飞嗰方面嗰个数量先。